西太呀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学长。让我想想今天怎么坑的。不是我说，你为啥要跟着我呀？老姐，你是不是又想坑我呢？就发现了吧，为了防止你坑我，我决定全程跟着你。跟屁虫吗？你是我干啥你干啥。哎呀妈呀，屠夫来了，还先跑吧。嘿嘿，有了 N 的一级板，你说你怕不怕？散散，别抓我，去找学长吧，就在这儿呢，快抓他。哎，老姐，我这还不是你最亲爱的弟弟了吗？再见了学长。哎，不是，你咋直接挂了空军嘞？学长他不香吗？嘿嘿，没想到吧，老姐，我已经满血了。我说学长，你是不是有什么 buff？ 哎，我被打了。哎，这就对了，干得好，图图。哎呀妈呀，这散散怎么能采取雨露均沾的战略呢？大哥，你听我说，学长在那头呢，你可别追我了，我一点都不香。嘿嘿，你完了，老弟，他又去找你了。啊，我这边没有鬼啊。啥？鬼！哎妈，怎么还在我这边呢？完了完了完了，我要上椅子了。哎。老姐，你也不行啊，总想着坑我，现在自己要飞了吧？我告诉你，别得意，一会儿你就来陪我了，你信不信？那是我的技术吗？看着花救队友，一点血都不带掉的。跟我说什么来着？你呀，还是不行的。马上你就要起飞了，哎，为啥他不挂你呢？难不成要把你放血？那你也太惨了吧！我现在已经满血了哈，我去找你叫了。哎，这回你也要飞了。哼，那也是你先飞。再见了学长，谢谢你救了人哈。别为我担心，因为你马上就要陪我了。